反对国会变成一言堂，对。我们再怎么样都不敢，再怎么野蛮，再怎么野蛮都不可以不协商。再怎么野蛮，这个麦克风有声音的。欸、其实我建议、哦、我们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啊，如果你们对议事规则这么有兴趣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花时间来进行辩论嘛。反对一言堂，那我们现在建议时代力量不要变成民进党的附属组织。我站在反对一言堂，这边等你们、啊、最起码的大家之间的协商，议事过去的议事运作还是要遵守。时代力量要跟国民党站在一起，时代力量站在正义。